嗨，佑哥早。哎、欸，导演早。拍摄前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使用心得？哦，这一次戴森 V12S 干湿全能洗地吸尘器真的超好用。你知道吗？它每一秒都用清水洗地，我现在自己在家里面用超开心，因为它完全打破那种以往干湿两用吸尘器是用一块脏布拖全家的概念，很酷，试给你们看。就是它，我最爱。现在我就示范给大家看，使用的时候完全不会启动吸力，这样湿气还有脏污就不会进到机器本身里面，不会滋生细菌，也不会产生异味。一推一拉就结束了。啊，对了，是不是在想里面的脏物怎么处理？嗯，一键按压，倒出污水，好拆卸，零死角，而且整个吸头都能用水清洗。超简单，接下来这一个智慧光学侦测科技，示范给你看。刚刚吸头前面那个小绿灯，它会照到我们平常肉眼看不到的脏污，并且调节它的吸力。还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试给你们看。哎、欸，等，欸、这里。你看一下，我帮你清洁一下好吗？嗯，最后一个最强大的无缠结锥形吸头，专门清理家里的毛发。别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干湿全能一机三用，日常清洁真的超方便。最重要的是，机器的维护超省时，你可以留很多的时间给你自己。我要去拍广告了，来，